爸，你给我摸呀、啊！嗯，叔叔，给你带来点东西。小伙啊，咱俩打一把斗地主、啊，你要是硬要滑，我把跪上，夹给你。哦，好，真的呀。我和地主，我先取了。啊，好，您先说。在洗衣厅的炮，你有吗？没有。飞机不够，下来偷。没有。这个兄弟派你，你有没有？没有。小伙，我这些人一将派的，你再不要，我就分天了。等一下，炸弹，怀孕四个月，双胞胎。啊不要，四代二，房子买不起，望四位老人多担待。过，净收入3456.7块，怎么算去？别，嘿嘿，9块钱的结婚证，谢谢老丈人啊。来来走。老板。那个荷花多少钱一盒？后面那个多少钱一盒？40。40啊？那个一条多少钱？荷花。400。来一盒，来一盒。一条人太贵了，哎呀。给你100啊。那、嗯、多少钱一盒？40。给我70块钱一盒。哎行，谢谢老板啊，走了。要了呀、感谢老板，像你这样的好人真的现在太少见了，你真的太良心了。老板那啥，来，刚才多找我10块钱，这10块钱还给你啊，谢谢啊。哥，像你这样的人有不多见。彼此彼此。哥，你把烟给我吧，我给你换一盒。换一盒。那啥，那个你刚才那100块钱给我了，我也给你换一张。我给你换一张。那个，要不哥，你把你那60给我，我也给你换上吧。啊？我好累，你都这样，那啥，爸爸，那个，你手机在我这儿，你下次注意点，别放桌上，最好放兜里。哎，你先走了，老板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不大好意思了。出门在外，钱包看好了，你这。我操！我钱包不放在兜里面，啥时候给我？行，你牛逼，牛逼！操！无心改变，穿越时间，相聚。你是谁？哎，你好姐，我问一下，咱小区35号楼怎么走？我是串了好几圈了，我也没找着。你在那干嘛？啊，我送快递的姐。你送快递的？啊。这派送快递我都认识，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啊姐，我是新来的，我昨天刚上班。你看快递吧，在这儿。我到家我看看来。阿、啊、姐，那什么，我真的送快递，我有工作证，您看看来，我没骗你。不是你，万一是坏人，在这小区偷鸡摸狗的，我还被成帮凶了。你快点。啊，那行吧，那姐您看看，你看我没骗你吧，我跟工作证一样。啊，怎么走啊，姐？35号楼啊。啊，你直接往前走，然后前面有一个垃圾桶。啊、哦。你再往前走，看有小卖部，然后你就右拐有一群大妈。哎，在跳广场舞，嗯，你就接着往前走，你就看见一群大爷在下象棋，嗯，然后你再往右拐，大约走200米差不多就到了35号楼。你去谁家？啊，我去302家。302啊？啊，行，快去了。啊，就是左转右转跳广场舞的大妈说什么？行，谢谢你啊，姐，听远了，我先走了啊，谢谢。35号。哎，姐，你也往这个方向走啊？深入了。啊，行。啊，35号在这儿啊！呀，姐，你也住35号楼啊？啊，深入。啊，302。呀，这是302。你好，
送快递的。你好，加密人。哎，姐，你跟大家是邻居啊？啊？不是姐，你看你这事儿弄的，你刚开始你咋不告诉你就302呢？我都把快递给你就是了，你就我就不用。我要告诉你，你能自己送到门吗？不是，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笑。你要快递给你，我再走。就你不是，我还有别的快递要送，我想这真的。老板，拿个烟。哎，你好，要哪个？那个小熊猫。好嘞。多少钱？这个150。150啊。哦。你这有点贵，那个给我换一盒。那个你换，你就旁边南京的。哎，好。他站着刺了就。底下地儿是咱。哎，这个多少钱？哎，这个100，这边就不算礼物。100呀、啊，行，那就这个啊，谢谢啊。三比四比五，我给你什么钱？南京的钱100。这南京我是用小熊猫换的，我给你什么钱？啊？熊猫你也没给我钱。你熊猫我也没要啊，我给你什么钱？你自己捋一捋，你算一算，是不是？好像是这么回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走了，谢谢啊。好。哎，那个老板，不对呀、啊，你那啥，那个熊猫150，这南京才100，是不是？你还得150减100，你还得找我钱呢，对不对？您算算，您算算。啊。啊行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服务员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我就去个卫生间了，好吗？啊，你看看，我点的是麻辣小龙虾，你给我这上饭怎么了？豆芽，这什么？毛血旺啊？不是美女，你听我说。闭嘴！还有，我点的是麻辣海鲜，凉拌海鲜，这什么？皮儿。不是美女，你听我，你听。还有，我喝的是水，这是什么？酒。哎，我开车来的，我电话到这儿的话，你去给我送饭呢，我进去了啊。不是你，闭嘴！还有更过分的啊，他，你还给我安排了帅哥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啊，你别笑，你什么意思？饭你还想不想开？不是美女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话听完啊？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坐错位置了，这不是你的座好吗？你的座在那边，在前面。有不好意思。你怎么看意思？是不是老罗你又换了？我的媳妇儿，听我解释。老头儿，下回买去买5块钱的馒头去。你不考我咋去看大车的？哪有馒头去？怎么看我看大车去买个馒头？哎呀，你都不去吃呢，我去买呢。老头儿，哪都有你哈。给他儿去，叫他们去呗。好啊，亲家呢？我那儿媳妇，你去买吧哈。老头儿，你拿我咋办了？嘿嘿，我去买吧。老头儿，你是不是哪一波回钱叫他们去买？哎呦我的妈！那今天你去买呀？好吧，走。他俩看电视，他俩干嘛去？哎，亲，我不能买了，你还加我的价呢？我加哪个馒头呢？哎呀，太好了！你好，那我早饭。要不然老婆给我100块钱呢，我就好了。
在那辛苦了，五十我多了，二十我去多了，十块钱，两块钱我都去多，我不要钱，一块钱我就去了。哎，老头，我这正好一块钱，那走。老头，我再要一块钱。那走，这才今天，他俩才说的，谁也不想从这事儿里边显学。